家好，我是小 M， 欢迎来到小 M 好声音。那我们现在马上有请我们的来宾 Music。动也不能动，也要看着你，直到感觉你的发线有了岁月的痕迹，直到视线变得模糊，直到不能呼吸，让我们形影不离。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，就是不愿意失去你的消息。你掌心的痣，我总记得在哪里。嗨，小恩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香婷。很开心呢，这次可以跟香婷合作。听说你超猛的，你小巨蛋唱歌超厉害哎！对啊，我还要感谢雅文老师给我这个机会呢。趁一下这个机会，我会跟你合唱吗？可以可以，我很欢迎的。好，那我们就来一首歌曲。他们说我和你很有福气嘞，想起来就好像花开的春天，珍惜每一天，如胶似漆般缠绵。这段缘要先下多少眼？这段缘要先下多少眼？哇，谢谢香婷。可是，是不是在那万人的掌声中很过瘾？真的非常过瘾，非常的过瘾。我很 enjoy 这个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要来进行一场 PK 赛，赢的我们就可以去巨蛋。好，很猛吗？好，很猛，很猛。那我们现在马上出发。好的。那在我们这个路上的时候呢，我们要来进行一个比赛，叫做猜歌大考验。哦，是你厉害，是我厉害呢？我也不太知道。那我们就现在开始吧 ，Action！ 你知道哦？我知道，痴心绝对。傻眼。好，这个我就不知道。我知道，帅到分手。喂。啊！说说。红豆，红豆。好好好。没关系。哇，这个 S H E 的对不对 ？S H E 的不对。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林俊杰，江南，江南。他赢了，他赢。好了，他赢，他赢。好低哦。哦，告白气球，告白气球。哦，我对了，我对了，终于。光年之外。啊、OK， 好 ，OK。我好玩，好刺激哦。我知道，痴情玫瑰花。有点甜，好好，没关系。哇，这样子回头，我去当粉丝。小金，这是你的歌啊？傻眼。好的，在这边我们也不用多说什么了，恭喜我们香婷直接大破全胜，好不好？我一个小菜鸡，你好强哦。是一个听力一绝，你在开玩笑的。感谢香婷今天呢来这个地方，然后跟我做这个 PK， 然后也让大家听见你的好声音。而且我觉得你的歌曲真的蛮可爱，听说最近还会有新的作品。对，是的。所以大家记得要呢多多的关注。如果呢有任何的演出呢，都可以到这个网站呢来跟他们做联络哦，然后也可以见到他们现场的一个表演，非常厉害哦。那我们感谢我们的香婷今天来到这个地方，谢谢大家，拜拜，谢谢，拜拜。